New Jeans 粉丝们对于他们和代表闵熙珍之间的关系感到不安。从社群平台上能看出，闵熙珍像是 New Jeans 的保姆，甚至有成员的父母曾写信感谢闵熙珍扮演了辛苦的育儿角色，所以有着闵熙珍是 New Jeans 之母的说法。虽然打造 New Jeans 背后是 HYBE 雄厚的资本，但从 New Jeans 的角度来看， HYBE 像是提供生活费的父亲，而闵熙珍则是陪伴身边的妈妈，所以更能说服成员们和他们的父母。在他们一起同意发表的声明中，让 New Jeans 粉丝们认为成员支持闵熙珍，倘若与 HYBE 决裂，结局可能和 50-50 一样被封杀或失去资金，也让粉丝都十分担心。